金钟讲座变成蛋糕，不不不，但是下头写的宗可是吴宗宪的金钟奖。原来是吴宗宪九号到大陆广州工作，一进饭店房间就看到这贴心的小玩意。饭店人员不仅自制蛋糕，还附上小卡片，上头写着：“您是我们心目中最佳主持人，我们比较期待金钟奖，让宪哥好感动。”深情款款的吴宗宪其实刚开始就是以歌手出道，还曾经获得金曲歌王的殊荣，但他的主持天分也没有因此被埋没。真正长得最像狐狸精，两位姐妹，我想不要再推辞姐姐就来一下了。雷云生，我们一人出一首啊，一杯谬的吴宗宪在节目上和小 S 一起捉弄大 S， 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让宪哥走到事业高峰，但2010年开始节目量锐减，但现在又东山再起。我们把你走的这期间所省下的钱我们就做了这个节目，所以你的贡献很大。谢谢吴哥。接连在台湾开两档综艺节目，收视率挂保证，凭借自己独树一格的幽默，陪女儿 Sandy 再开新节目，要再创演艺事业的另一个高峰。记者纪宏景清台报道。